香爷，你该走了。走吧。
臣伍子胥参见大王。相国为何不着朝服啊？老夫权衡再三，大王的庆功之宴，老夫还是不在的好。大王就全当老夫告病了吧。哼，老相国，你这是心病。心病就心病吧。既然老夫已经答应大王，不再强行的反对与越结盟。 那么大王也就给老夫一点反对的自由吧。这种喜宴，老夫去了会给大王扫兴的。罢了，由你吧。哦，老夫带来的人，大王要不要见一见？不见。此事孤家已经后悔了，要不是因为当初答应了相国你。好了，百官重卿已经在殿上，孤家要去上朝了。 今日为庆贺伐齐之胜，孤家将大赏有功，以奖忠信。勾践，臣勾践在。勾践以王者之尊，身先士卒，擂鼓号令，一战而败齐师，当居首功。孤家决定赠奉百里之地与越国，以赏其铸伐之功。 勾践仅以尺寸之功，受如此深厚之赏，心实有愧。吾望大王三思。吴越两国结盟意义深远，越国强大了，吴国才能更加强大。孤家并不吝惜巨赏，是因为孤家对越国有更大的期望。勾践，一定不让大王失望。大王躬行至德，威震四海。 有功蒙赏，亡国复存。臣请以绝中之酒，恭贺大王，霸业王室，指日成功。恭贺大王，霸业王室，指日成功。
顾家刚才的赏赐，你是否满意啊？大王有何吩咐？顾家刚才的赏赐，你是否满意啊？大王这是怎么了？勾践心中只是觉得，那是作为吴国赏给越国的。看在你侍奉顾家三年的情分上，顾家个人还有礼物赏给你。大王如此高恩厚德。 勾践怎么敢当呢？你也不问问顾家赏给你的礼物是什么东西啊？大王的礼物不管是什么，勾践都会像视如性命的去珍惜它。视如性命，此话说得好。别忘了你在顾家面前说的话。大王这一说，倒让勾践起了好奇心了。 太宰大人，没想到吧？太宰大人可是从庆功宴上来，我家越王呢？啊，他就在我后面说话就到。你可知我今日为何而来？在下不知。啊，我们大王赏了你们越王一件礼物，你知不知道？一件礼物？那他……啊。 太宰大人对这件事儿不知情吗？没错，所以我要来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太宰大人也不等等我，自己先跑了来。 你们有什么私话要说？太宰大人刚才正在跟我说，大王赏给你的礼物。嗯，大王为了褒奖我越国驻法之功，又赏给我百里之地，这样我越国的强大指日可待了。百里之地？大王赏的不是个女人吗？女人？什么女人？大王赏的女人，刚送来不久，就在你的房间里。 大王赏的女人一定错不了。你好好陪陪太宰大人，失陪。太宰大人。 大王真的送他一个女人？大王送了个女人，太宰大人觉得奇怪吗？送个女人毫不足怪，只是这事儿我这个太宰竟然毫不知情，这就有点奇怪。拜见越王。 下去吧。舞女越秀，拜见越王。
月秀，是越过的越，是月亮的月，云秀的秀。多雅致的名字呀，也只有你这般雅致的姑娘才配得上。越王谬奖了。不谬，我在吴国待过三年，素闻吴地多有美女，今日更有幸一见你这般风致自然的女子，更心言传不谬。吴女再美，比起越女来也难免相形见绌。嗯，在吴国谁不知道天下最美的女人是越王献给我们大王的西施娘娘。那是你们吴人的看法，在孤家眼里你也堪称是另一个西施了。月秀不敢当大王如此错爱。嗯，有什么不敢当的？怎么，你是看不上我这个越王？月秀岂敢，从现在起月秀就是大王忠实的奴婢了。什么事吗？是谁叫你来的？大王庆功宴上喝多了酒，我来给大王送一碗醒酒汤。是范蠡叫你来的吧？多事，你去告诉他，我没有喝多。大王的庆功酒我还远远没有喝够呢。听见吗？还不走，还愣着干什么？醒酒汤放这儿了，大王自重。见笑了，这些个侍女啊都被我给惯坏了。大王莫怪月秀直言，她恐怕不是一般的侍女吧。
既然大王把你送给了我，有些事儿也不必瞒你。反正早晚你也知道。告诉你们，果人有计，果人好死。凡是天下有姿色的女子，我都喜欢。大王请留步吧，再送勾践于心不安。好，回去好好治你的国，练你的兵，积蓄国力，一旦时机成熟，我们可以同时挥师北上，会盟中原。大王所嘱，勾践已铭记在心，无论何时，只要大王一声召唤，勾践定当飞马前来，效命于王前。顾家送你的礼物，你是否满意啊？这个，大王这是正挠在了勾践的痒处，勾践还不知道该怎么谢大王才是。这个姑娘不错呀，要不是……嗯，你要好好珍惜啊，记住你说的话。勾践会好好珍惜的，就像大王珍惜娘娘那样的去珍惜她。那你可做不到，做不到。嗯，好了，话到此吧。你们两个在那说什么？哈，臣正在跟范大夫谈一项交易，谈关于两国互通有无的交易。哼，就这点话不能过来说吗？哈，臣是怕打扰了大王和越王的告别。听见了吗？说什么他都是有理啊。啊，勾践就此拜别大王。好，上路吧。大王呢？大王去拜见公孙举将军。少伯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吴王送给越王的礼物。礼物？一个吴国来的西施吗？你呀，子谦，快成精了你。我是快成精了，你可是早就成精了。你要有所准备。大王的心情不是很好，应该说很不好。为什么？你们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不会是因为这份礼物吧？原因很多，我一时也理不清楚。但是我有预感，这次是个大麻烦，谁也躲不过去。
会有没有想过，这样下去，终有一天，也许我会背叛你，背叛越国。来了，坐吧。我要走了，来向你辞行。我知道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。等到你对吴国开战的那一天，我再回来。等等。算作一个承诺吗？如果你不让我，不让我们越人等得太久，不会太久。也许就在明天。明天。明天。可以吗？五年以前，我们一起在此商议了辅国方略，朱清想必都还记得吧？臣等八人，无一人一日一时敢忘。好，五年已经过去了，中清谁可以告诉我，现在越国该做些什么？伐吴，越国该为自己洗清耻辱了。不是，看看吧，看看你们，看看你们的越王却在做些什么。成百上千的越国工匠被挑选出来送到吴国去服劳役，成百上千的越人在深山里整年整年的采集大木，成百上千的越女没日没夜的采割织锦。他们都是为了什么？难道就为了让他们的王拿着他们的血汗去供奉在吴王的面前，得他一句奖赏？难道就为了让他们的王拥着吴王赏赐的美女，醉生梦死？大王此刻的心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要说的也一定会有充足的道理，但是我不想听了。从兵败会稽到现在八年了，我整整听了八年的道理，现在我什么道理都不想听了。勾践遵从的是自己内心的召唤，对得起神灵赐给我的这颗心，对得起先祖赐给我的这腔热血，对得起五年前那些死在我手上的越人兄弟。我知道你们会说，现在跟吴国开战，可能还会再输。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了。
也不知道你爹这次肯不肯见我。只要我爹在，我一定让他来见你。其实我爹他恨吴王，他是站在你这一边的。那为什么上次让我等三天，却连说句话的机会都不肯给我？那个时候你刚杀了杜壮士，我爹他生你的气。我爹就是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雀楼就是他砍倒的。我想到了，那杜源的首级是我取走的。那你也生我的气了？你来找我，你爹就不拦你？我爹拦不住我。你是上天赐给勾践的幸运。先生，五年之约，不知大王还知否？草民替杜壮士在此等候多时了。勾践此来，就是要告知杜壮士，也告知先生。越国就要向吴国开战了，草民愿为大王效命。啊，先生。他们的战阵是范大夫教的，射箭的本事是陈英教的，搏击的本事是你的女儿教的。陈英，草民游历楚国的时候见过，射术之神，天下无出其右。大王新军得此数人为将，可谓极意。他们现在所缺的，就是足以对付吴哥的越见了。大王无需多言，草民就是为这个而来。我虽然不能像干将欧冶子那样为大王再铸一把天下无敌的王者之剑，但他们拿了我的剑去冲锋陷阵，斩杀吴兵，相信绝不逊于天下任何坚兵利器。王者之剑勾践已经有了，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就是君王手中的王者之剑。哦，请大王带几个兵士跟我来。
大王已经找到了钟离剑，先生已经同意为大王开路铸剑了。看来大王爷已经铁了心了，我们也不能挽回什么了。无法挽回也得挽回。怎么挽回？我们在这里商量好几天了，也没议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来啊。那是因为我们还有太多的顾虑。投鼠忌器，这样不行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可我们面对的是大王啊，能没有顾虑吗？非常之时，也只有行非常之策才能奏效。大王当真要开战？臣等所说句句事实，不敢有半点的夸大歪曲。若非事情到了如此危急关头，臣等也不敢随便惊动父子。实在是此事关乎国运存亡。你们的意思是，如若开战，越国一定打不赢吴国？现在是这样，但是将来越国一定会赢。范大夫这么说可有什么根据？我曾随大王一起参加过吴国的伐齐之战，臣亲眼所见，亲身所感，吴国的作战能力确实在我军之上，而且他们人数比我们多，战斗经验更比我们多。那你又凭什么说将来越国一定能够打赢吴国呢？吴军虽强，但是他们已经不如以前，这说明他们在一点一点的衰退，而我们的新军则一天比一天更强更多，比消我长，总有一天我们会超过他们的。你所说的这些道理听起来很容易明白的，何况大王也亲自参加了伐齐之战，为什么同样的道理大王却想不到呢？大王不是不明白，可是明白并不表示一定会照着去做，人并不总是听从道理的指引的。臣的意思夫人一定明白。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又求到我了，我尽力而为吧。夫人所言甚是，这个我们也想到了。等大王回来，还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先来劝谏大王，实在不行夫人再出面。臣等参见大王。仲卿辛苦了，我不在这些日子你们都在忙些什么？禀大王，臣等这些天一直在商议，也做了些准备。哦，商议些什么？臣等商议的是以越国现在的实力马上对吴国开战，时机是否得宜，也许我们应该再缓一缓，毕竟那又准备些什么呢？准备粮草，征调船只，招募役夫，这些都在进行中。这倒怪了，一面酝酿反对开战，一面积极准备开战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臣反对现在对吴开战，但绝不放弃履行自己的职责。臣也不赞成开战，除实力外，天时地利也没有全都站在我们一边。大王英明，臣以为应该开战。臣赞同大王的决定。大王，臣不赞同开战。大王，臣也认为不宜开战。范大夫，你的态度呢？臣再看大王的态度，如果有可能，臣还是想恳请大王三思而后行。看来还是有必要再重申一下孤家的态度。开战，即日起一切反对开战的声音都不要再让我听见。大王如此决绝，臣也不再有什么顾虑了。
请大王受命吧，臣即刻前往屯兵之地，准备发兵开战。好，好极了。